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精英培训计划，在座的呢都是各地广电推选出来的优秀的新闻人才，希望通过这几天的短暂的培训，大家都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。一会儿自我介绍之后呢，我们会分各个小组考勤和小组课题的培训成绩，也会实时的传送给各位的领导，所以大家之后呢也会有大量的课后作业，那没有机会摸鱼的哦。各位好，大家可以叫我苏苏，我来自虎扑广电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大家好，我叫朱润涛，很高兴来到这次精英培训计划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笑然，目前在吴苏广电新闻频道，我之前在电台的情感节目当过主播，如果大家学习累了可以来找我聊天。笑然，以后你要经常来这，所有婚礼的相关事务都在这敲定。我们这里呢，每一个蛋糕都是一块艺术品，今天我们进行试吃和方案的呈现。笑然，嗯，我要控制体重，你帮我试吃一下。好，草莓。豆沙，酸酸甜甜的，里面有小颗粒，应该是栗子吧，有点甜。什么水果，也是甜。蛋糕的感觉。笑然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我现在最认真的感觉就是腻，如果说你让我把这些全部都吃完的话，可能我也没有什么味觉了，也没有词可以形容了。夏小姐，麻烦您签个字。小然，你帮我核算一下。冬瓜花心酱巴黎抹茶卡路里黄昏，就是这些蛋糕的名字吗？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吃了哪个啊？我顶多帮你们算一下数吧，我刚刚吃了四个。你觉得哪一套最好看？嗯，都不错。您比较喜欢哪套？我觉得这套就挺好的。谢谢。第三套，跟我的礼服更配。选上一套吧，顺便我想看看伴手礼。好的，您二位再稍等。我们去准备一下伴手礼的册子和样品，谢谢。为什么选第三套啊？你不是更喜欢这个吗？你可能不了解这些牌子，第三套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，那当然会更好一些。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和肖尚奇在一起的？你想知道？你猜。伴手礼的男士袖扣数量不够，别忘了盯着点。明天你自己来吧。明天还有。
甜品还要是第二套方案，礼品也没有选齐，然后怎么累了？婚礼筹备工作又不是一天就能做完的。菲儿，要不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来上海是培训的，真的忙不过来。我哪有别人了，我只有你。得了吧，别跟我来这套。萧然，上期工作这么忙，你当我的伴娘，你做的越多就越是替他分担啊。幸亏你只结一次婚。待会儿干什么？还有些东西没拿，店员去拿了，稍等会儿吧。你去哪？我让司机送你。没事。萧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。尚琪，听说你为了我的婚礼都忙坏了，辛苦了。没事，就当预习了。今天累不累？还好。来，要把鞋关上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穿了高跟鞋啊？你不是发了朋友圈吗？看到照片了。明天几点啊？下午3点之后都可以。知道了。走吧。进去坐坐。今天不行了，我还有些事。菲儿说你最近很忙。是啊。我要亲自去送180封请柬，时间确实有点紧张。180封，他们这使唤人的什么招啊？这是我自己要求的。其实这是和德聚最核心伙伴见面的好机会，哪怕只有10%的人萌生了和云岚合作的意向，那也拓展了1倍的业务量，到时候还能把业务辐射到武苏。不愧是我男朋友。对了，以后不用来接我了，菲儿的事情我能搞定。往后恐怕只会更忙了，所以我想在能见你的时候多见见你。给你加点力量，走了。那我进去了。